参加本区少棒选拔赛的八个球队，在今天比赛完了之后，都排着整齐的队伍参加了闭幕。大会会长钟维权在主持闭幕的时候，勉励各队胜勿骄，败勿馁，打出了这明年再来，更希望能获代表明年的队伍能够夺得全国赛的冠军。接着，在典礼中举行了颁奖，新竹的长风队以全胜的记录得到冠军，台北市队第二名，中原队和新民队并列第三，长风队的郑世峰得到打击奖的提名，长风队的汤英雄得到功劳奖，美记奖是基隆东区队的蔡文祥，教练奖是长风队的胡焕发。荣获前两名的强风和台北市队将代表本区参加全国少棒选拔赛。